这轮四个女生上来画，请出题。哎呀，喂喂膀膀胱。肝胆相照，肝胆相照，肝胆相照，肝胆相照啊！而且咱们小童还做了一下，就是医学知识。我以为那是胃呢。喝酒对肝不好。他胆跟酒有啥关系？胆跟酒。但是就是大概就是能联想到呀。哦，天爱同学解释一下，你那香是什么？就是臭，打了个叉，就不是臭吗？啊，反臭就是香。对对对，臭臭的，哦、然后啊、哦、，OK。又是肝，这又肝呐、啊？肝肠寸断，肝肠寸断，肝肠寸断。还是画的是 OK 了。我还没画呢。没画了，有了。若云这个大学应该本科医科的，只要一有肚子里的全会医科的。只看不过瘾，那就下载会玩 APP，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王牌同款聚会游戏。最后一轮，我再来一个，来吧。风铃，哎，像风铃。这什么呀？一个人在一个在哪里啊？在毯子上飞毯。他那是雪人吧？哎，不是和尚。和尚。你们考虑一下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战可是武侠啊。我这能知道了吗？武当什么不是什么什么的？少林武当。独臂神尼，独臂神尼。孤独求败。神雕侠侣，正确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雕啊，这不杨过吗？说实话，这个题我真的是看那个雕猜出来的。你那是个鹤穿了个雕。经过最后统计，这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哎。哎呦，上面还有金箔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物啊，隐士高人留下的信物，会帮助你们找到最终套路。来猜一下啊，这是什么招数？剑来！李淳罡一声剑来，重回陆地神仙，这是雪中悍刀行的名场面。